第七课，今天几号？ Lesson 7. What's the date today? 课文一。Text 1. 请问今天几号？今天九月一号。今天星期几？星期三。New words.请问今天号月星期。课文二。Text 2. 昨天是几月几号？昨天是8月31号星期二。明天呢？明天是9月2号星期四。New words. 昨天明天。课文三。Text 3. 明天星期六，你去学校吗？我去学校。你去学校做什么？我去学校看书。New words. 去学校看书。听录音并跟读，注意声调的搭配。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ocation of tones. 国家楼房苹果环境昨天篮球啤酒寒假明天明年牛奶牛肉年轻长城游泳游戏